大家好，我是欧英杰，今年六岁，我在下学的美国波士顿市出生。我一岁的时候，跟阿公阿妈在台湾待一年。我很喜欢台湾的食物、文化和习俗。为了跟阿公阿妈说话，我很认真学习中文字和写中文字。我最喜欢农历新年，我会写春年换新的一年到来。这个春和这个福是我自己写的，我会说吉祥话祝福大家。爸爸妈妈会给我红包，放在床上下保佑我的平安。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搬来乔治亚州，我现在就读比福德市产村城区小学一年级。我平常喜欢读书和练习空手道。现在我要来演习一些基本的反应动作。这个是我的朋友 Jace 一起来示范动作。我要做的是锁喉动作。当有人从后面勒住你的脖子的时候，就往前带步，握紧拳头朝一下会打下去。然后拖着对方的下巴往后一拉，让对方往后倒时用力推下去，然后往后退步，就好着。以上是基本的反应动作，记得学习空手道是用来保护自己，不是用来跟别人打架的哦。